无人泡面好赚吗？客群就是盘子啊，不如自己煮。台湾人一年吃掉多少泡面？台湾人一年吃掉 8.3 亿包泡面，平均每人一年吃33包泡面。台湾人最爱吃的十款泡面，建议看到最后有惊喜。金车汉堡蚵仔味细面35元，小时候很厉害，长大以后不会再买。素飘香麻辣烫39元，大马酸辣粉90元，超级酸超级辣，加火锅料拿来煮火锅超级赞。台湾版的素飘香麻辣烫只要39元。双响炮沙茶锅烧干面一碗35元，竟然不难吃，最难吃的泡面翻身了。满汉大餐59元，半筋半肉人间美味。味味排骨鸡面23元，只有网咖的才好吃。红衣肉燥面23元，1971年到现在53年，经典不败。最喜欢没有汤的加蛋变成炒泡面，隐藏吃法，把肉燥倒进去，加一点点粉捏捏当科学面吃，真香。来客鲜虾鱼板25元，国民泡面宵夜就靠它。鱼豆蛋红烧牛肉面53元，韩国人最推荐的牛肉面撸甲撸赞。维力炸酱面23元，被炸酱面耽误的泡面公司。台酒花雕鸡面59元，有台酒的加持，花雕酒超级香。泡面界的凯格，哪间泡面有这样的豪华规格？像台电就没办法，明年还要拿政府补助500亿，建议可以跟宝可梦联名出自己的商品。底下留言还有漏掉哪一款你最爱的泡面，美食生活快问元气。